君臣肝胆，大家听过啦。跟住第三首就系梨花坠子，故事讲乜嘢呢？我用白榄介绍一下。英姿元帅樊梨花有个儿子就薛应龙，佢镇上招亲为军令，依法论斩就过刀锋。二路元帅薛丁山得知事态甚严重啊，尽营都欲为佢求情，话执行不法就系要放松。元帅千万个不得，应龙命仔就水咁冻啦。丁山细数从前事，梨花毫不动吴中。佢话辕门坠子必须斩，丁山愿意死相从，忍恩爱夫妻就不忍气，唯有就放过小先锋啦。饰演薛丁山就是关中汉，至于谢翠华话要张子榜配合啲大锣鼓，剧情好紧张噶。各位请欣赏《梨花坠子》嘅古腔啦。引领孩儿
在刀前应，却怕我燕翅无理令英龙无恨命丧倾，我未停愿听火威暗黄应。夫人包浆花泪甜，只恐怕将情情无尽，我若乱送往西城，你受西凉八几点。与老元帅道有了啊，他或者会连在我痴情前斗雨将，叫一声奔水烟来，天分的面你尽包浆，说一声你说到了老远那谁要见的唐营，你且莫高兴啊。元帅与老元帅道，
人回访。猫儿回访。夫人回访。猫儿回访。使乜咁嬲啫？犯些小令啫嘛，怎算犯严令？相爱痴心女，唱尽诉心咏。双仙女牛郎为爱情，花雀票啊，银河共都应。你可以回头念往情，我阵前共你配双声。夫人，你可记得寒江关前将本帅三擒三放，逼我与夫人成亲之事，咁又点啊？哎呀，老爷，过去之事你不提也罢啦，真系。亦是阵里交兵，军法应当将你共我先丧倾。此天意是前人有罪，招致后人应。
人君法治国，皆严灭政。老爷，你知道就好啦。系，我知嘅。祝范严明使亦应，斩杀以全诸将令啊！但系无私国法都不外人情。唉，老爷。吓、埋放心思，又怕招来马兵啊！咁又唔系啦。大可以嚴加教訓，法落從輕。都話唔得咯。點解啫？君令如山，已將死罪定啊！難道是你狠心不廉、無知情？夫人，佢年紀輕輕，仲觸犯軍規咯。咁你咪将佢严加教训咪得咯？哎呀，老爷，包爷说他年纪轻，大罗巴夫人常理会，山河中有我周公见，前水所发。以前那夫人无生啊养，收杀了啊应龙，等千生。如今你心中怀了啊人，你就等应龙报的是人。莫说到奔水拉马利，马乌何来？哼，马利啊，马儿星夫人是个破狼的形啊。龙虽是呢兽啊灵，我与他系亦啊那有父之情啊！你苦苦逼劳。谁叫你营中乱啊！
行刑啊。
谁立功为国王？